你睇下个表先啦，上咗车先啦。巴士迷啊！诶，呢架去唔去渔民坊噶？诶，咪华街，因为渔民坊喺上面咯，单方向落嚟嘅啫。好线架车，少少啦。我喺呢度坐，呢个位就可以影到。啲人最尴尬，做你做咩要同个车员讲唔好意思啫？其实，吓？你唔会录我音噶嘛？录咗未？之后都后期修改翻去咯，应该冇录到。咩啊？好善啊！你自己碌下，真係好善。都唔係一般良善，麻麻街。即都係上面咯。不如行噶啦。你揸高少少啦。邊個正？呢啊！我呢個咁樣，我都冇嗰啲，冇嚿，冇都冇嗰嚿嘢。冇嗰嚿，你揸住咯。我而家咪揸住緊咯。但咁冇得坐喎，呢度坐下邊呢度咯。唔啦，我坐呢度。嗰個位會更好啲，呢個會好啲。但係佢唔關我坐呢個，你坐出邊啦，坐出邊好。我根本就唔關我。唔係，你坐出邊啦，坐出邊冇呢碌棚遮住咁麻煩。即係咁坐出邊。我咁樣去。Exactly。快点开车了，25分钟，两个巴士千斤级，应该够十四 B 一个地。咁鬼用都冇电话咁样。三点点嘛？开车了丢，都的確有行嘅。歡迎乘搭九龍巴士公司14B線。你今日會攰啦。本班車將由牛頭角開往藍田、廣田村。中途將有廣播提示各位乘客落車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再打几打。
你都係。而家試算啦，我懷疑冇開冷氣啦，因為我懷疑冇開冷氣。我不知道，看得出单纯，应该单纯和有这个的图应该都是三个，
知啊。